是法拉盛，在这个面街这边开头。这边人好多哈。热闹。哇，小跑一下，累，喘气，菜一块钱，好了，就到这里，什么东西都做好了，然后再下雨，还不错，还凉快一下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冷气了，冷冷吗？我感觉。刚刚淋了雨吗，大哥？哎呀，你咋这样子呢？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冷气你知道吧，因为车子开冷气是不用花很多钱的，在家里开冷气的话舍不得，比较穷人的那种思想，感觉就是说在车里面嘛，反正你都烧油了，那开个冷气多舒服啊，但是在家里呢，你要是开个冷气一个月得烧个七八百的那个什么电费，但你车子如果开一整天的话，你这油费也开不到七八百。小林太穷了，都是那种穷人的那种，怎么去节约？哎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这样子就衣服又拿了晒，晒了晒，晒了洗，洗个晒，这样子，好几次这样子。他没衣服晾在外面，没有，他问我有没有那个在外面，他说小心点路会滑，他说要下雨了，我说啥下雨，大太阳呢，他说等一下马上要开始下，啪啪啪啪啪，现在已经开始下了，这雨下的确实挺大的，啊，现在小了，明显变小了，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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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，雨是变小了。